一场火山喷发留下数亿克拉的珍贵礼物，一颗湛蓝石头从毛料开始就有不菲身家，到宝石之都昌乐看黄泥巴里怎么挖出亿万商机。这多重？几克？5克吧。5克啊？你估计这样子一个五克可以卖多少钱？大概三千吧。3000啊？是啥是啥？回族人的养生饮料成了临沂人的营养早餐，喝煞配比体验最地道的临沂生活。它的牛肉很嫩哎，肥而不腻吧？肥而不腻。此肉因为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，举南全鱼宴号称是地上的龙肉宴。这是小肠？那不是，这是驴鞭。什么？这是驴鞭。这是驴鞭？什么不好捞捞到一条驴鞭？一纸风筝却承载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飞翔之梦，看杨家户的师傅如何传承600年的手艺，制作限量的手工风筝。这样缝呢，它是没有缝都可以放，它没有缝也可以放。对，就是爬着去啊就可以升高。赶紧跟着中国大体验李姿莹的脚步，走进圣人之乡山东，体验不一样的中国。